有佛出世龙天喜，无僧说法鬼神愁。金刚经里说得很清楚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为人演说四句偈。我们帮助别人，第一殊胜的就是帮助他明了佛法。法布施比什么样的布施都殊胜。护持电视弘法，让佛陀法音源远流传，遍布全球。您的点滴护持心能浸淫成大海，您的护持功德力令佛法僧住世。一念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请护持电视弘法，让佛法僧住世。阿弥陀佛。